那我这边只是我那个放花环上，它只是带了数字而已，但带数字也许会比较好看。什么意思呢？16.895吗？一样吗？啊，计算一下，快点！现在带30进去，卖了是带30，点257乘上30应该是7.7吗？好，24.605减掉7.7，16.895，一样吗？我很好。好，所以今天16.895后面是多少？会影响到吗？后面这边会被卖了，影响到吗？不会，1.167，一样啊。最后一个，我如果硬是要带，带多少呢？带个20啊，对不对？20的时候，应该是5.14了吧？哦，减起来会变成
是？你要吗？给零零五乘上五十多少？两五吗？然后再减掉，再背3.308减掉是多少？这条算出来了。再来是带30的，帮我带一下30。
那我现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，我现在讲说这个年纪在预测你的跑步时间的上面的关联性的时候呢，这件事情是会受到你平常你们运动的运动量，是你平常运动量的多寡的影响。好，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请问你谁是我的调节变相？再讲一次哦，当我说年龄在预测一个人的跑步时间、跑马拉松的时间上面，会受到这个人平常有没有运动习惯、他运动量的多寡的影响。请问，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觉得谁是我的调节变相？来，我刚才那句话是谁影响谁跟谁的关系？谁影响谁跟谁的关系？平常的运动影响年龄跟跑步时间的关系，没错。那这句话搞清楚的时候，你会知道平常有没有运动，三角分开的线影响哪里？这个是年龄，这个是跑步时间的关系。所以年龄跟跑步时间的关系，这是你要知道的关系。哎，被我擦掉。他是你的，对不对？年龄，那我跑步时间嘛，他的关系被谁影响？太高了，画不了画底下啊。对，有没有运动习惯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这图做出来以后，你就可以告诉我们谁是你的调节变相？有没有运动习惯？对，有没有运动习惯是你的调节变相？你想知道这个有没有运动习惯会不会影响年龄到跑步时间的关系？那如果你看图的话，其实也更容易看 X 轴跟 Y 的关系 ，X 预测 Y， 对不对？分开那三条线就是你的调节变相。分开的三条线就是很慢，可以吗？如果这个没问题，我要换一个问题问你。那我有没有办法，请你帮我写出一个公式？用这个地方写，这公式是这样子的：是平常训练的多寡，在预测你的跑步时间上，这件事情就会受到你年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平常训练的量在预测一个人的跑步时间这件事情的上面，是会根据这个人的年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听懂这句话意思吗？我现在要谁预测谁？运动量预测你的跑步时间，对不对？照理来说，运动量越多，同时应该越快，越少，对不对？我想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年龄不同而有所不同？所以我现在了解变相变成谁？变成年龄的。那你的写法会怎么写？看你自己看。这个。请你试着把它变成。我现在要把年龄做成调节变相，想知道 mass 跟 time 之间的关系，你会怎么做？
可以哈、哦。那你就会发现，它会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其实我反过来想，慢老师平常运动越多，你跑步的时间应该会越短，然后停的东西越短，对吧？然后当你年龄越大的时候，年龄越大的时候，慢老师跟时间的关系会怎么样？你是二十岁跟你是四十岁的时候差了，那我如果是二十的话，你带进来的数值会是时间等于18.899加上0.308乘上20，20.11。24，差不多25。然后这边是加上负的0.06，减掉0.05，乘上20。负的0.06。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就是发现那个跑步的运动量跟你的那个时间是很负相关、负关联性，对不对？跑步平常有在训练，训练的越多，你跑步的时间应该会越短，正常。但是年龄在这边它的调节效果出现是在这里。设什么 ？OK， 所以我可能是 age，
坐了小电车，我也只是 miles， 有一分钟运动量坐了小电车 ，OK， 这要端看你的研究题目来说来决定 ，OK， 好，他会根据你的研究问题，就把你的条件变成设为不同的人，那这是你自己设的，但是它的公式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这边这个 slide 我跟你说，那个 moderator 到底是谁？其实你可以有一些不一样，他可能是另外一种是工具。那为什么我们要交互模式而不用加成模式呢？因为假设你这些变量真的是有交互作用，你使用加成模式的时候，你其实假设他没交互作用，然后他只会长这样。只是假设没有交互作用，它不管怎么算，它都不会在 slope 上做出影响。那但是假设它有交互作用，然后你硬是要说它没有，用加减算的时候，它就会失真，因为它原本可能这个样子、这个样子、这样子。可是你不把交互作用加到你的 model 里面，它怎么算都可能算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它可能会是我们这边叫它。Model mystification， 那如果你有 model mystification 的时候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也会影响到你模式里面的估计数值，它会是失真，它是错误的估计数值。对，因为它原本是平的线，或者它原本斜率很高，可是你估计。他每条组大家写一个是中的，所以你对于高组跟低组来说，你就估计数不大数。模式估计数。就是你没有，他有条组，但是你没有把它放出来。他有条组，你没有把它放出来，就原本我之前可能没关系就好。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是啊，我们现在在讲交互作用模式，然后我们用 regression 去跑，那我们两者都可以是连续变相，对不对？那过去你还没有学过这个 model 跟 local regression 的时候，你想要知道这个调节效果存不存在，交互作用存不存在，你做了哪些事情？我现在问一下新生好了，你上次的那个 presentation 做什么？自我感知强弱两组跟性别的交互作用。自我感知强弱两组，性别男生女生的交互作用。性别男生女生我不用说，那自我感知它是什么变相？它是用量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的自我感强还是弱？它是什么变相？它是个连续变相 ，OK。所以它想知道一个连续变相跟一个类别变相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时候，在过去之前上学时，你还没学过这个，你可能想到恒温吧。但恒温吧，必须你 IU 都是类别变相，所以现在我做这件事情，就跟他说，你现在变成这样做，他就把那个自我感 sense of self 连续变相分成了两组，高组跟低组。所以假设这个量表是五分点量表，然后大家平均分数是3.3，假设啊3.3，3.3以上就到高组，3.3以下3.29以下放到低组，这个我们称它叫 median split， 中间切一半。好，之前因为你没有方法说你这么做，但是如果在统计上，其实 median split 是很不是很适当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连续变相，我一刀切两半，这个叫做低组，这个叫高组。好，我刚刚说3.3分是不是？3.3，所以3.2、3.1、2.6、
两分一点五多半题。OK， 然后三点四、三点五、四分、四点五都算高分，对吗？那我请问，三点三分跟三点二九分的它差多少？点零一，点零一吧。OK， 他们两个不同组。那请问你，三点二九分跟两分能差多少？一点二九，他们两个不同组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同组里面的人，他其实分散差异很高。可是你其实分两组的，有一部分他其实差异非常小。所以当你那个的时候，当你中间一刀把它切两段的时候。你会造成第一个，你把连续变量八五十都不见了，然后你可能会把明明很接近的两个人分成不同组，但是很分散的两个人分成同一组。但是因为过去我们其实还没学到这个方法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连续的不连续变量一起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只能用同一组。那但是这个方法其实不是那么的好，因为所以它在统计上没有。它就是把你本来很丰富的 variances 的资料，它也就是很丰富的资料，每个人差里面一分差两分差三分差二点五分，这种资料平时是很好的嘛，一刀切一半，或者说你是属于你是主人，差异性完全不见。所以 inner split 我们认为它是适合的。那到底什么 inner split 它就会造成一个结果？第一个就是造成统计上会容易显著，因为它其实那个差异性更改善，对不对？然后统计。如果你是用 NOVA 来跑的话，它其实很容易造成那个效果出不来。所以这些你们是来说，最大的影响就是造成真的有效果，真的不需要。然后你真的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是很累、很不清楚的一些结果。所以我们一般认为，当它是连续变相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特别把它变成类别变相。大家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走下一步。下一步就是要跟大家说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做这个 interactive model 呢？怎么做呢？如果你用我刚才讲的方法，它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只要知道它的乘积，两个变相乘在一起，乘积，这个变数出来之后，我就可以做交互作用。对吗？大家可以先放好。打开的时候，我讲一下是什么哈。这个其实就是测量，前面两个变相叫做 extraversion 外向性，然后 agreeableness 叫友善性，它是测量一个人的这两类人，就是这两项优化里面不大人里面这两类，然后后面那个 force 叫做，它其实意思是赞不赞成使用武力，使用武力，赞不赞成打仗，赞不赞成使用武力之类的。我是一个人的人格啊，他的外向性跟友善性两者啊，在会不会在预测我们的就是一个人对于武力的使用，认不认同使用武力这件事情上有所效果，然后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会有交流？对，外向性人格跟友善性人格在预测使用武力上面。他们俩会不会有一些交互作用？会不会？一般来说，越友善的人应该会觉得越不想使用武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关系会不会因为你是外向性还是你是内向性的人有所差异 ？OK 吗？那原本如果你是在加成模式的话，你的预测其实很简单，就把这两个变数一起拿起来预测 force， 对不对？那但是我们现在跑交互作用的模式，我是想要知道说，我刚刚说的 agreeableness 在预测武力上面，会不会因为你是内向或外向的人有所差异，有所影响？那这个就变成我的 moderate variable， 就是调节变相。我像布斯这样，你也可以讲另外一个模式：一个人的外向性在预测他使用武力上面，会不会因为他的友善程度有所影响？这样变成友善程度变成什么？调节变相都可以。那只是我们现在先暂时是这个样子。请问你，我要把它变成这个公式，这个样子 ，C
预测它的交互作用的时候，我必须有一个变数叫做 edge 跟 miles 之前组。那在这一组我选的变数叫做 extraversion 跟 occurrence， 存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怎么做？我必须创造第三个变数，然后这个变数必须是这两个的乘积。你可以做最简单最好的，就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知道我在干嘛吗？在创造一个新的 error， 所以我用 compute error 计算一个变数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变数叫什么？哎，传回程跟 occurrence 是两个相乘，我把两个乘在一起，然后取名叫做 inter。交互作用，一群外面随便有相同去都可以。好，按 OK， 它就出现另外一个变数在这里，有看到吗？啊，我现在先跟你说，我只是示范给你看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方法不是最好，有问题，它有问题。那等一下，大家脾气就很高兴哦，回去就看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做的法，做的方法都直接做它的 interaction 的方法，但是这个方法，等一下会告诉他问的方法。那你要创造 variable 的时候，你记得那 variable name 取名字要符合 SPSS variable 的名称，不能里面有开头，不能是数字，不能有奇怪的符号。做完了没？好，那我现在跟你说。最简单的方法，但是这个方法有一点点问题，它会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回归 ，DV 还是一样，就是它 ，IV 本来你是外向友善，对不对？现在你要加上它的交互作用，哎，或者友善的方法，看到没？你创造了第三个 variable。把第三个 variable 也放进来，那这个 variable 就是外向跟友善的乘积乘在一起。可不可以？好，后面这边如果想选，就可以选这些分析，然后我就可以跑跑看。你这个整体来看，整体模式有显著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看底下的话，我最主要看后面有没有交互作用，我看谁呢？看谁呢？看交互作用啊 ，inter， 对不对？有没有显著？有显著，表示我刚刚说 agreement 是在预测一个人喜不喜欢使用武力，有但现在预测一个人喜不喜欢呢？愿不愿意使用武力的这个意愿上面，他会根据这个人是不是外向或内向而有所差异。OK 吗？好，整体来说这样是照片没有问题。可是，接下来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，就会发现好像有点怪怪。你帮我往后拉一下。帮我往后拉一下，你看一下它的 tolerance 跟 BIF 的值。看到了吗？我们上次说 tolerance 值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？
我现在资料里面人数好像没有很多，然后有人帮我算了。130几个人，好、哦。那你如果人数一多，他们关键就是抢，有可能就造成那个数量有问题。那你另外再看一下相关技术表，看一下这个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 interaction， 你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热，它很恐怖，它跟传播人的相关性很大，高不高？Interaction， 你自己做的那个人，你创造的那个人，他跟你的 HR 人员相关系数是多少？0.864，够不够高？听起来蛮恐怖的吧？点八六四，差不多很久了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用乘积算，对不对 ？A 乘上 B， 当某一个 scale 它的某一个 variable 它 scale 非常的大的时候，它很容易就影响到成绩。10×2，10×1，11×3，15×2，你那个 skill 特别大的那个人，他对于你的 variable 的影响很大，成绩都跟他关系就很大。我们称这个叫做 non-necessary ill condition， 叫做。他可以被避免，然后等一下要跟你讲怎么样被避免。